所以那个各位委员哦，大家都讨论，其实我认为你非常努力，但当中还有些需要加强的地方，所以最后的是有指导老师决定你最后认为你可以的奖，那总的预奖是90分，好，恭喜啦！恭喜！谢谢老师。我这个留着的时候，在临在站的时候再握手就好。我觉得你这里面有写了意见，你在好，谢谢老师。就最后你要去说可以印的，这两张会交给你。就你这边我还要填吗？这不用，打勾勾的就可以了。哎，可是老师，这户籍地址好像要。